今天玩。嘟嘟嘟嘟。火车哦，晚一点吧。最近都要开车回来，都快10点了，辛苦啦。人已经超累，感觉这样已经超级累啊。但也是没办法了，生活嘛，生活。火车公司要晚一点啦，火车公司要稍微晚一点，弄一弄我都快关台了。对啊，安安，也没晚上办法。好。生活，出了社会，变成大人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动图变很多，对，我把之前那些动图都拿来，把它找回来了。最近 YOLO 也跑去捡垃圾，对吧？我知道，我今天有看到他在捡。GBSV 有联动赛马娘的造型，我知道这个我倒是知道。它可是它只有大厅造型吧，应该是没有那个就是其他的东西啦。就是你游戏里面的造型是没有，你不可能开马娘跟他 PK 啊，比较可惜。昨天打完比赛，跑去跟师妹玩了，真的假的？听到我的声音就舒服多了啊！所以哦，撑过新训了，差不多动图超赞，因为 Twitch 好不容易更新，增加了动图的上限了。我哥明天就要加入国军了，不过他是补充役，只要当12天。真羡慕他可以放假12天，不像我还要上班。OPC cry。也不是这么说嘛，对啊，来空打，指定耶。哎呦，We don't have time. We don't have time. Go, I'm on my way. 猎奇动画短片啊，看起来上猎奇动画短片没有吧？冰冻手榴弹。I was too late. That was too late. We have to stop Deimos. Well, now we know where he's going next. Emerald Plains. 师妹可以继续捡人赛，我陪你去捡。哈哈哈。新奥对，就是比赛下礼拜还有啦，就还就。就还要再打一个礼拜就是了，撤离禁区已发售。老皮安安 till 了6个月了，是26日。晚上好。OPC one one。OPC，等一下我调一下，先调一下。彩虹猫回来了是不是？因为我捡的时候捡到现在啊，他不现在不是在跟谁打快打吗？还在继续捡乐色，应该没了吧？捡完了吧？战斗通行证，看一下，新干员哦，同捆包，这是哪一只的啊？哦，这就是那个丢那个东西那个女忍者的造型啊，传奇造型，还有春丽同捆包，what？春地同捆包，三小，R6之鬼何老师，没有等一下，我会跟皮弟、乙提他们一起打啦。等一下我一起打。春地这个比较好用，我们有这个啦。这个三小，因为多了多奇怪的造型哦。哇，大锤有这个斯巴达士官长，大锤多一些很酷的造型，精英同捆，我现在多了很多很酷的造型，
刺客大师是谁的？啊啊！也是新角色的，也不是算新的啦，那角色也蛮久之前的角色。老大安安左下的更新看起来好像莫冰哦，然后角色造型也好看。左下更新哦，更新蛮多哦。Lion 的造型，李阳，这什么东西？这个也太帅了吧？这不是大盾吧？哎、欸，大盾的新造型哎、欸，帅烂了。衰烂了。老大晚上好，十二个月了。OPC dance OPC dance。大盾新造型帅。荣耀帝王。哎、欸，晚上好，感谢我超人的好不好？感谢谢谢，观众阿仔，感谢，感谢我们的3377，感谢。第三梯队，不对啊，这个不是他之前的造型吗？第三梯队是他之前的造型而已啊。Star 小队 ，Zovia。酷呢，斯巴达，童声造型不是童声吧？是那个另外一个吧？另外一个吧？哎、欸，我怎么记得可以看那个、啊？我看一下，我不知道干员还有没有？那新干员？哦，这个是之前的。列车断了吗？列车断了吗？哎呀，列车没关系啊。感谢大大干爹，谢谢，还谢谢我们的正太空罗范，感谢。是我太久没来，还是已经好久没看到大干爹的工商时间了 ？OPC 六六六，好久是好久没有啦，嗯，好久没有啦，有啦，新角色我还有，这只角色还有，这只也是上次出的吧？战力之夜地雷可以侦测对手，释放。诱发恐惧的气体，因为我也一阵子没打阿六了，对，刚好这时候可以回锅打一下。还有多什么新装备吗？好像差不多啊。这只什么能力啊？干员教学。赋予表面地雷弹本身，然后呢，按下 F 可以部署地雷，可用代码只有三组哦，只能用三个地雷，是不是？启用中的地雷没办法防弹，然后呢，队友在附近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限制视野的气体，如果持续留下气体，视野会继续受损。啊，这么帅吗？啊，感觉不错用哎、欸，要跟 PD 一起打吗？等一下，我先看一下这个角色呢，丢在一个表面里面呢，然后经过这上面的话会减速。而且留在下面还会有 留下脚印，然后呢，对这东西的话，它会让某些装置冻结，会瘫痪或是暂时运作。哇，连那个奢买或是拿一般的那个烧都会被烧，都会被冻结，是不是？哇塞，受影响的金属表面会有绝缘效果。哦，就是哦，没有啦，就只是把那个 Bendy 的电给，对啊，就不能用电了啦。啊，那这样就不能啊，我以为这样可以组 combo 无敌技啊，不行啊，没有啊，这个没有无敌啦，可惜啊，可惜啦。冻住不洗澡，对啊，感觉有点猛、啊。这台也是很可怕哎、欸。不归可以被投掷穿越障碍物，算是电子零件。不归可以设定它的路线，设定好路线之后会变成机械装置，沿着设定好的路线前进。然后呢，会摧毁路线上面所有未受强化的装置，直接墙壁跟地板都被它打爆哎、欸！而且它是防弹的，但是如果后方的加压罐遭到摧毁的话呢，它会随之摧毁啊。他只有前面防弹，他后面的那个罐子不是无敌的。那只角色也很猛哎、欸！叫你不要再龟啦，还敢龟啊？不龟，嗯，不给你龟啊！制造无人机就是之前那一台嘛。哦，不一样的、欸、啊，对啊，一样啊，就是那个这个我有玩过啦，就是有那个超级干扰器，
有点类似像那个谁啊 ，Twitch 的车车的强化版。美女主播安安，安安啊，美女主播，群风，群风哦，附着于表面，可以揭露对手的位置，标记三次，这个东西清不掉嘛？我记得这东西清不掉，对不对？然后这个皮蒂之前玩一玩，把我给害死，就这一只，我印象深刻。那我那一只角色把队友害死，蜂群啊，这个是防守方的 IQ 嘛？有去花博电玩展吗？没有没有去啦，之后吧，之后看有没有机会，对吧？下次吧，下次一定，不是今天最后一天了吗？哦，他还没有那个、哦，没有那个造型哦，他还没有那个传奇造型。我虽然刚买了几个传奇造型，玩电子装备被抓包，对啊，就是防守方很强的角色啊。我们先弄一个传奇造型吧，传奇玩家使用传奇造型，这只啊，是不是？该买了吧？什么东西啦？什么东西啦？超帅啊！帅到烂掉！等下我先切一下画面。Rainbow Six， 可是 Rainbow Six 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出手游了。感谢小豹仔，好可爱，感谢 Tom Clancy。回锅 R6， 新干员啊，中华锦标赛1-0输掉了，可惜。手游好捞钱哦，可是不知道手游的话会改成什么样哎？对啊，锅贴日常。等一下，看一下。对啊，不知道手游后面会改怎么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哦，我看到了啦！除了那个之外，他还出一个啃的造型，是不是？有够强！亲爱的老皮安安，今天是陪笨蛋欧兜兜玩好玩游戏吗 ？P.S. 通常皮蒂先倒的游戏胜率比较大。阿里零跨麦，阿里零跨麦啊！哎呀，阿里零跨麦嘛，跨麦。蹲 what？ 蹲蹲蹲就是大口蹲蹲。我知道啊，我知道蹲蹲蹲啊。然后你今天准备好了没？听说你刚才迷路啊？对啊，我跟在 PD 后面，我成为压垮 PD 的最后一根稻草。真的假的？射他了一下，对啊。PD 倒下了是不是？对，他被我射死。笑死！啊，你们现在准备要打吗？还怎么样？是要开哪个？我也是都 OK 啊。他说都可以玩，只要是新地图都好。对啊，要有一个人玩新角色吧？那角色蛮帅的。三十而立，四十而立，五十而立，六十一人立，跟皮皮一样立，爱皮皮。东三小，感谢超宝，谢谢，感谢。没有，我们今天难度倍增，不是，其实皮蒂比我强啊，皮蒂玩这游戏比我强。以迪现在 LPS 枪法应该不错了啦，他一直有训练嘛，枪法应该不差了啦。但是我必须说，刚刚玩的时候，因为对面都是会玩的，然后基本上对枪是不能赢的。啊，又对枪，因为他有对啊，他有偏头，然后打你这样。对啊，阿六对枪比较像是，是有战术性的，而且有一些小 paper。没有，他是先探头的比较
是先探头优势还是先探头劣势啊？有点忘了。不知道哎、欸，打起来节奏不一样。节奏版就不一样啊，它就是没事不要哦，先探头优势是不是？劣势吧，五十五十哦，五十五十，五十五十吗？探头优势啊啊，因为先探头可以先 pick 嘛，你可以就是你要这个 R6 的话，预开很重要啦，就是你要先预开枪啊。比如说你已经听到声音了嘛，你声音情报掌握之后，你知道对方可能在这个通道会出现，那你就是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的时候，你就探头要先开枪点。那你先开枪的话，他的弹道，因为他墙壁可以穿嘛，所以会有一些优势存在。椅提声有点小，调一下。喂。我帮你调200%了。啊，那小心点。没有啊，声音还是很小啊。哦，我看一下，该不会是那天运动来？有可能，有可能。哎，真的。哎，感谢Ruby。当你不需要爱情，你才拥有爱情。搭了吗？但是面对你，我却不到四年月月日日，没有一刻不需要你。太夸张！感谢感谢，谢谢皮在阳，感谢。好啊，那怎么样？我们等下是要开制定场搞观众席打吗？还是怎么样？下制定场应该可以直接玩那个新地图吧？应该可以试看看。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大家开个制定场啊，找观众一起玩。可是我觉得打观众场会比较痛苦。对，观众好强。嗯，没有，因为他们就是可以掌握我们的动向。没有啦，就是他们比较没有跟你手下留情的啦。啊，你如果说你打一般场，那个实力平衡，他们也不知道我们要干嘛，会比较好打一点。对、啊。因为我们之前都是打观众场，然后就发现。超难打，可是我后来我们就排斥野场，然后发现怎么那么简单，对面被屌虐。平常的高压训练是有用的。高压训练，也不是高压训练吧？啊，我先腰吧，还是怎么样？谁腰？你腰？皮皮腰？我腰？啊，我腰？你腰？我看耳声已经在游戏内了。看一下啊、喔，在邀皮弟选单中。哎、欸，你们官方给的那个连结是错的吗？嗯，什么连结？我也不知道哎、欸，大家可以点点看啊。我点的就是错的。我看看。有了有了。哎、欸。哎、欸，我点的连结是对的。那你把你的连结给我、欸。老大，你要开制定场是吗？你要开吗？给你开啊。欸、可以啊，你要先玩哪一个？先玩贼窟吗？對對對，还是要先玩小游戏？小游戏是什么？你看那个制定地图啊，然后他现在把那个很多小游戏模式都直接放在制定地，就是你可以直接制定模式啊。现在小游戏是可以直接玩的啦。对对对对对对，嗯，要不然我们可以先玩这一次改版的地图啊。可以啊，可以啊，那给你开好了。你大家邀我们进去啊？那你队长要给我啊？对，升格为队长，没问题啦。好，看一下啊、喔。野团，你打快速的话，本来就是如果对面不是 AT 的话，打起来配合就不会那么强，很正常啊。對啊，你要玩哪一个？要玩直接先打那个贼窟吗？单一贼窟这样，贼窟可以先跑一下、啊，因为贼窟的图我还没玩过哎、欸。那你要玩人质吗？我只有看那个预告片而已啊。好啊，对，我们今天不是有那个吗？就是晚一点，我们还有一个抽奖不是？没错，对啊，哎呀、啊，抽直接抽 R6 的那个角色 Q 版公仔，超级赞！所以等一下呢，很稀有、大家要这个稍微这个。聚精会神，好吧，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抽啊？抽的条件是什么、啊？大家可以稍微再关注一下。没错，对，阿六公仔我已经收集很多个了。我们有那个第一年的那一整套，后面还有啊，后面还收集好几个。对，欸、我看一下、喔、，Big Boss，、欸、我是不是没有 Big Boss 的好友、啊？有吧？怎么可能没有？怎么可能没有？之前就有啦，嗯、之前就有啊。你现在离线中、啊，你们不是一起？只是他离线中，因为我刚刚断掉了。哦，只是他就是。都会开那个隐藏啊，偷偷在那边打那个，偷偷的，对，偷偷的，
贼窝，哎、欸，他贼窝看起来很酷哎、欸，他是在那个山洞里面哎、欸，嗯，对啊，不是像一般那种建筑，它是一个山洞的军事设施。哎、欸，阿文不是老皮阿安最近在看 GTA 的、欸，感谢未来还会有 GTA 之夜吗 ？OK， 再看看我们还有一个伙伴，对啊，还有一个伙伴啊，再看看再看看，还有一个伙伴在哪里？对。不你说他还没进 DC 吗？对啊，我好像没有他好友呢。你有他好友吗？等他进 DC 啊，等他进 DC。我不知道有没有他好友哎、欸，应该是有吧。我应该有他好，他应该是卡纳奖吧。之前我加过他，不是吗？你可以邀吗？你这边可以邀吗？我看一下他是不是卡纳奖。他替我邀你，知道进这个 DC 吗？应该有。下次一定2025没有啦，之后应该还会，是应该会有啦，应该会有。有了有了，有了，我都送出邀请了。好，好，对，因为我们是一定会有吧？这个应该基本有感受到热腾腾的邀请吗？那么好赚钱的项目没有？有吧？刚才不是有邀你 Shift 加 F2， 你 Shift 加 F2 啊，上面看一下有没有小铃铛啊？哦，有了 ，Shift 加 F2。对对对对对。来喽！有小铃铛啊，没有通知啊，没有通知。他写没有通知。AT， 我在问你问题，你看 DC， 你 ID 给我好不好？我好像没有你的好友嘞。哎、欸，等一下哦。对，你要给 PD 好友。对。哦，好，我的 ID， 这个是 Kana， 我打在那个 DC 上面，也是实况组，对。哎、欸，我怎么记得好像，哎、欸，啊，有啦有啦，有吧？之前有加过他，我想说之前好像有啦有啦有啦，有啊，我的样子，之前我们一起打过、啊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对啊，我直接邀请了，我直接邀请了，抱歉，有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今天要靠你罩啦，要靠你们啊。你们要靠我啊，我不行啊，要靠你啦，我老人枪法、啊。每次都靠你，每次都靠我。对呀、啊，抬举了，抬举了。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位还没进来啊。你重开到底好了没？皮格博士，好了没？没问题了，没问题了，我邀了，邀我。你看一下啊，老大啊，没事，好，可以，可以，都没对我那么温柔过。我平常对你们都很温柔，好吗？感谢我尽力了，谢谢。哎、欸，壁怪有看到吗？有看到有我看到，有吧？好啊啊！看有观众要打的话，就是直接报个 ID 吧。PD 会 PD 记得切对我们要大家是不是都可以邀啊？都可以邀吧，都可以邀吧。对啊，一起邀吧，一起邀。因为我的手速很慢，不会啦。啊，有的有的，哇！你邀这一团，空白键切一下。我想切啊，等我一下，他现在不让我切。好，要加加的话，可以到 PD 的频道。他现在，你看他现在那个有一个很棒的功能，你知道，就是制定啊。他现在，你现在不知道要跟谁队友，他有个随机编队，可以把队友打散。是啊，对，这么方便、啊。现在好方便哦，这就是进步，进步了。进步了，它进化了。哎，现在有多很多新功能啊。嗯、可是贼窟要怎么封？要它怎么封墙啊？不会封啊。对，贼窟哦，就好啊。而且我们是玩贼窟人质这么嗨的吗？对。好，可是新角色是防守方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只有防守方才可以玩到。对，对，现在 R6 已经 Y8 了，已经128，然后 Season 4了。这干员超级多只，现在干员加有几只？有没有60只？他不是目标是100只吗？对啊，100只 啊，目标100只。现在好像已经九都可以64打64，90几了吧？90几只有那么多吗？还是80几？我大家看一下哦，70只。进攻方49只还是50只了呢？进攻方有那么多只哦？我怎么记得？还是我做梦？对啊，我怎么记得才30多只？好吧，好啦，准备好了吗？好啦，准备好啦。啊，要玩人质啊！第一件哦，这么嗨啊！不用吧，你可以直接开始啊。
哦，不行啊。可以啊。啊，可以耶。可以啦、哦、我们之前办那个老皮杯。哦 ,OB 十个小时。哎呀 ,OB 眼睛都挂疮。哦，到快不行了。哇打爆耳声。来，我们进攻方一开始选谁？这个他现在好像还有那个 自动封墙啊，就是一开始已经预设已经帮你封很多墙了。我还是用老样子好了。老样子，要从哪边？我们是进攻方哎、欸，进攻方，嗯，那我继续搭汉堡神偷，可以。那我继续不归，不归路。那我可以放那个绿墙吗？上次你们一直嫌弃我的绿墙，我不归啊！你绿墙，我绿墙被你害死好几次啊！而且有一个人选码头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人选到码头去了？码头姑娘，码头姑娘，你一个人落单呢、欸？该不会是我吧？我吗？不是不是不是，是一个、哦、是我哎、欸，是一个道主播。你现在来得及哦，你现在按七可以，你现在可以换，可以换，对，不然你叫码头姑娘，然后你要被抓去泡女人红了。数字键七，对，按七可以换哦。对，哦，对，还是我要大盾。他现在不是可以攻进攻方换角色吗？对啊，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很久以前就有了。对啊，所以你可以临时切换。哎、欸，我换不了哎、欸。有看到敌人？按七，然后地点，地点可以切换、啊。有啊有啊，你换了、啊，你已经换了，已经换了。好的，好的。有看到敌人的位置吗？没有哎、欸。完蛋了、啊，太大了、啊，新关卡。OK， 我现在不知道这边根本怎么走。没事没事，我虽然玩了三个小时，但是地图还没背起来。OK， 那非常放心，走吧，跟着你们。可以了，没事没事，我们现在那个先练习 QE。我帅吗？然后记得不要打到队友的头。我帅吗？好帅，应该是走这边地下道看能不能找到吧，因为一楼都没找到，不是吗？我二楼也没看到。我听到枪声了。有有，地下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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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边，在我面前，在我面前，在我面前。有有看到。进来两个通道哦。这边要顾一下。好。我车。他 C4， 他丢什么？他丢 C4， 你后面，你后面啊！哦，哎，我被炸死了。哦不。哎。哇，是遥控炸药哎，好强哦。是 A 口是不是？这个位置吧，二号标，然后一号标这边，二号标那边，看到吗？啊、你们的侧边，我现在看，哎、欸，你要这样探，你要这样探头吗？没办法，只能这样。哎、欸，皮弟，屁股，哦。哎、欸，他把人质烧死了。在干嘛？在干嘛？耳声在干嘛？没有，他应该是那个丢那个炸弹打到墙壁，然后弹回来。那个火会弹、啊，哎、欸，那火现在会弹好几次。对，那这样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因为他们把人质烧死了。哦，二四救援可以，我们可以选新角色。好，新角色，谁要玩新角色？我们轮流玩啊，怎么样？好，我可以选这个上一季的角。好，那我选新角色。新角叫什么 ？Tubaran， 暴伤女妖，葡萄牙文。嗯，对，这角色不太好念啊 ，Tubaran 是吗？还是 Tubaran？ 我用 Google 翻译叫 Tubaran。他角色他的能力是可以把冰块、地面啊、墙壁给冻结，所以对方在烧墙壁的时候，我们可以瞬间把那个对方烧的那工具给消除掉，这样子，没错，嗯，很强。观众说他叫土拔肉，土拔肉啦。敌人已经找到我们的位置，没事，没事，他找到我，他们也进不来。其实玩人质，你只要守一个房间就好了。说实在的，对，只要把那个地方全部堵死，剩下交给拼枪了。对。要这个封吗？我根本不知道哪边有路口，哪边没有路口呀！好可怕啊、哦！对，你趴在人质旁边跟他对枪啦，没错。哎、欸，我这里有人哎、欸！哦，进了。
哪边 ？OK， 后面吗？这边这个方向，一号标。好，你可以按 Z 键标，可以按 Z 键标，记得。哎，我被扫描到了。这里是这个方向吗？对。OK。四号。哎、欸，来了来了来了，一号标的位置。什么东西？是哪里来的？狙击枪，狙击枪。哦。我记得这个枪不是啊，我们没有穿护甲、哦。为什么这个？他那里都是虫哎、欸，好脏啊！对啊，那是對那个靠近会被标记。哎呦 ，Oh my god！ 靠背啊！等一下哦，因为玩着扛，玩着扛车站起来，这个扛车是半半趴、啊，完蛋了！你看我这边抽搐。没事没事，至少我现在枪稍微稳一点啊，我有稳有稳，可以，我们1-1，1-1，稳的，没事没事，怎么样？大门吗？好好，大门大门，该给他们厉害了。好，那我不归一把好了，不归。刚才其实我们确定他们的位置之后，我们就是沿他们的进攻方向散开就好，因为我刚才后面我有放那个感应的装置，你看那哔哔哔哔表示说他们从那边经过，就听那个哔哔哔的声音就好了。好，对他那个哔哔装置其实现在蛮好用的，就是如果有人绕背的话，你可以听得到。你可以 locate the hostage。好哦，哦，没事没事，一下就稳了。地下室吗？我听声音，感觉从一楼，哦，没有，在二楼，在二楼，在二楼，确定了，确定了。哦，二楼，嗯，在二楼。呜，裸体，有 V 九，靠飞啊！这里有铁丝网。Ten seconds to go。紧张又刺激啊！那我们要换位置吗？应该来不及了。啊，来不及了，没差没差没差。我们直接上屋顶啊 ，go go go 啊！二号标那个位置，二号标那个位置。这个小心外抓、啊。这边有一个眼。这一关地图很小，可是眼超多的。清掉了吗？眼。有。我们来一点那个。二楼。OK， 我们来一点干员的动作。你说挂腊肠吗？对。他们是不是很会玩这游戏啊？对面。这边底下一个，二号标上面一个，二号标上面一个。好。二号标精准哦，精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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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就是一个人了，直接射，直接射，直接射。有一个哎。我感觉我好怕。不会，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我怕射到队友。没事，可以的，可以的。哎、欸，他 OK、哦、OK OK， 别急别急别急，我走车，车带人车带人。前面有电盾，角落这边一号标，打一个了。OK， 好电啊好电啊！这个是不是要去的啊？我换弹台耶、哦，完了。哪里打的？哦，他穿旁边的墙打我们。可以吗？等一下，等一下，我前面有两只。哎，我这，哎，我有点卡住。哎，这里。我这边打一个，我这边打一个。哪里哪里哪里？四号标那里。三号标没有人啊？是吗？可是他刚刚就从那边把抓了抓了抓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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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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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是一直穿那个破墙在打我们。那个不是啦，那个是我打的啦。哦，是你打的。你说那个地板那个洞会爆掉，对不对？白痴，我游戏刚刚卡住，不然他死了。大片的木墙，那个我也是被那个墙穿破的啊、那個哦。没有，那个是我有一个我的工具叫做不归，它可以直接把这个地板跟墙壁给撞破。
哦，没有啦，是一个人类，他在打那个穿墙打我们。OK， 我觉得新角色其实蛮猛的，他可以直接把那个奢买的那个烧给冻冰起来啊。嗯，对，比那个电的速度很快。给你们护甲啦，好啊，给你们护甲，给你们护甲。哎，感谢阿甘，感谢。下神是哪一只啊？哎，请穿衣服，谢谢。好。好。耶、yeah.。这边，请穿。Thunder Monkey 说 ：“I win the BB, I'm the God。”白痴，我刚 Windows 11卡住好吗？不然他老死。我刚刚画面是冻结的。那没办法、啊。对啊。装喇叭记得拿、啊。拿了。在那边扫描我。正版受害者，那边是长这样。他的那个，对他的那个东西跟电爪的范围差不多。哔哔哔！哎，我要关那个门呢、欸，确定？我在，我小心，我在看。哎、欸，我来看这里好了。有了。Alarm in place. OK. 有了，没穿衣服。看来 BB 试用以后 Windows 花钱停止更新。好，这边，哪里？标，你标，几号标？一号标吗？不要动！啊哈呜！不要动我就死了！乱洗，他们乱洗。Oh my god！ 我瞎了！哦，差点！我闪！蓝刺！我靠！我腰！Big Boss！ 我迷路了，这怎么走啊？走啦！我炮啦！BB 一个大迷路，你找不到家、啊，找不到家迷路了。你看人质啊，你这边破墙对不对？下去就是人质了。标点，有看到吗？还有标点的地方，帮忙看摄影机。好，我找不到人呢、欸。好、嗯，人质被带走了。双盾啊！我好变态哦！人质盾进来耶！笑死！走啊，大门吗？一样大门。好啊。欸、我的布龟好像蛮有料的、啊，可是他的枪好飘哦。有料是有料啦，他的枪很飘哎、欸，这个。想一下、哦。现在喊 BB 有点不懂你在喊人还是喊技能，只好麻烦您证明一下 BB 子。哦 ，BB 现在有一个技能叫 BB， 是不是？那只能喊 BB 子。对 ，BB 就是那个黑胡子啊。今天跟谁玩啊？今天跟乙提、香香、BB， 还有我。然后还跟观众，所以大家如果想玩的观众可以排下一场啊。当然我们今天就跟观众大家一起打这样子。哎呦！哦，听起来是在一楼啊，哦，地下室。找到了，这里、嗯、地下室哦。不要打我的车！嗯、这里有人。调一下。哎、欸，画面会有点卡卡的吗？你们看画面会有点卡卡的吗？你可以看车子啊。他们都在这哎、欸。女鬼人，自己小心点的车。聊天室会卡啊。哎呦！吓一跳！这样呢？这样聊天才会卡吧？应该不会了吧？那个人质告诉我，那个地方有五个人，对面有五个。OK。对，好。哎、欸，我刚才都没走车哎、欸，完了。那个地下室过去不是有个门吗？小心哦、喔。全员走车中，里面有陷阱。好。哎、欸！我的技能被射掉了。啊，这边、哦、这边躲一个，那边躲一个。啊，这边有这个、欸。趴着是不是？在那个木墙后面。啊，趴着，他趴着。Oh my god， 进不去。它上面有那个臭臭泥啊，把那臭臭泥先，你要先把它射掉。怎么样？
我想去楼上一个人跟我来。出来了，出來！哎、欸欸，要打要打，那平平还在看，还在看，出来了还在看。我在走，我还在玩车、欸。白痴啊！好妖啊！他旁边超好笑的、啊。白痴啊！好的。等等等，搞什么啊？伊提，要么帮忙走车，要么进吧。怎么会有屁啊？这什么东西啊？他那个是上面有上面的机械，把它拆掉。在头上，在头上，啊、在那个它是一个像是一个炸弹的一个装置，一个像手雷的装置。你先别往前跑，我前面也放刺。那个刺队友不会，哎、欸，有人要外头，有人要外头。你的右上角那个柜子右上角有没有？哦，没了。下面来进来了，出来了，出来了。那些好，他死了。可以拉一把，可以拉一把。你爬出来一提。哦。我还活着、啊，你活着、啊？哎、欸、喂，这个角色有够恶心的。那个臭，其实就是你要找他那个装饰位置就行了啦，在柜子的右上角，可以先打掉。对对对对对，然后等烟散去就可以进了。28秒。有了，看到了，右左边，我靠！哇，你雷，一滴，拉快拉快拉，快我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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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了过来了，握着人质，你去握人质，过来了，不怕，突，带走，用跑的，跑出去，你前面，漂亮，没事，还有一只哦，还有左转，跑啊，左转，你这样，等一下，哇！完了，路痴，路痴，你怎么进来了？我刚开枪之后，人质还握在我手上吗？握在手上，握在手上，还在啊，他不会不见。我以为他会停在原地，没有，我要再握他一次。你只要，因为你刚才那个时间已经没了，你只要放掉人质就直接输掉了。哦，no。对，没有错啦。怎么样？你们玩新角色吗？秀一把、啊。可以啊，你们可以玩了、啊，你们玩。啊，我玩，大家都那么客气，我玩。他们都没烧墙、啊。我等一下可以玩炸弹啊，然后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角色的强大。真的吗？对，因为打人质图，其实对方都不太会烧啦，因为也没什么好烧的啊。打人质图比较没什么好烧的。啊哦哦哦，按错。这一张图的烧点没有很多啊。对啊。你看，他就直接进来，他就直接开打了，不是吗？对。Alarm deployed。没带铁丝网啊！啊，其实可以直接缓他们的速诶。他这可以先丢吧，拿来当那个移动型陷阱，我觉得也算蛮不错的。走过去，然后他会有脚步，可以知道哪边有人进来，也算还不错啦。烧人资。Reinforcing wall. 有时间限制啊？它时间持续多久啊？十来秒吧。啊，是啊。哦，那不能一直不能这样一直设置这样子，有点可惜。不能先丢。嗯。如果可以设置就好了。哎，到哪里？听到声音了，听到声音了。大概有人下包吗？香香那边给你看，我刚才那边房间外面我有丢一个感应器，来了，听到声音了。来了！哇，直接冲进来是怎样？对啊，吓到我！皮皮，你不要放掉这个点。有哎，没有看，我死了再过来。正上方。啊，看，来不及了，被开动了。在我这里哦。三号标的位置，我死了再过来，皮皮过来。不是，我这边上面被开了，没关系，一样过去。这个位置哦，准备要来了。三号标吗？我丢了一个那个装置，他们应该跑，他没办法，他现在没办法用跑的。Reloading, cover me。对，你这样子可以，皮皮，你再这样可以站着。
他可以持续多久啊？站着站着，你后面，贝贝，你一样看你刚刚的地方，这边没人。对，我在听脚步。啊，好好好。上面有洞啊，要注意一下，人质正上方现在没有洞。哦，完了，要进喽！哎、欸，他走过去啊。Loading new mag。我现在楼上那边也被盯诶、欸。哎、欸，进来！这边两只，进一只。还在哪里？就在前面啊，直接怼了。这边吗？这边。进来了，对对。Oh shit！ 左边。漂亮。哦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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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啊！我要按喷漆。没有没有，这没有喷漆的功能。哎、欸，我发现我们那个新角色的技能是敌我双方都会影响到、欸。哎，他那个跑步、缓、啊、速，但不会扣血。嗯，没有，他是会缓速，会缓速。对啊。嗯。有，哎呦，再守一次哦，怎么样？如何？如何？可以啊，很棒啊、哦，我们刚才守得很漂亮、啊。刚才守得漂亮吗 ？OK，、啊、很漂亮啊。哦，道具也会被那个冻住哦。对啊，哦，它就遮埋烧到一半，或是车子啊，你可以把它冰起来。嗯，冰起来结束退，它冰起来的时候是不能使用的。啊，退冰呢？退冰就可以用啊。啊，退冰还可以用啊，遮埋那个也是啊。奢买那个退兵也还能用、啊，也是也是对、啊，但是他要再按一次啊，啊你那时候就可以用可能用电把它电掉，或者把它打掉。哦，啊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丢脚底下也可以兵吗？是吗？找太快了吧？因为我们都选同个点啊，肯定啊。对啊。哦。会有脚，我要上去封那个。欸、但是我找不到楼梯耶、欸！靠，他怎么上二楼啊？下打上可以看位置。这边有吗？我丢天花板也可以看吗？楼梯。我这边帮你下一个那个 BBB， 然后你大家听声音吧。我应该要上楼的。可以不用站到那么的前面啦，可以上去站后面一点。哦，他们站这里。对，来喽。好，我站回来了。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小心！哎呦哎呦，哪个位置被开洞了？这4号。来 BBB 来喽！你那一间哦，你那一间哦。跑掉！盾是盾！你找掩体，找掩体，不用探，等他一下，因为我刚才丢了一个手榴弹。他踩到我的陷阱了。挤去！来了，进来，进。他在门口徘徊，门口徘徊。我这有一个。Oh shit！ 我现在没办法拉哦，雨婷，你要帮忙拉，你要帮忙拉。好，我拉。Up for last up standing。再一个。哦，谢。二号标位置，漂亮。哦，漂亮。哇，皮蒂碎哦。发抖。皮蒂一起床，马上杀一个啊。哆瑞咪发抖。皮蒂一个烙背啊，还一个烙背啊！电盾冻结期不能按进，所以连他们那些东西都被冻住哦，这么强、啊？对啊，那真的蛮厉害的。帮我开一个，我开一个那个传统地图，要不要？传统地图，還是要繼續玩賊窩，我觉得贼窝吧，我们打，我们可以打个贼窝啊。好啊，对啊。那我们来开一个炸弹好了啦。好啊，炸弹啊，炸弹啊！你们可以玩看新干员，新干员真的蛮不错玩的，很有意思。哎、欸，啊，有要换几个、啊？那我要重开哎、欸，等一下我要重开。对啊，可以换几个那个观众进来、啊。那我要先离开一下。嗯，我觉得我今天枪法还可以哎、欸，很好啊，不错啊，强。以我们的年纪来说很好了。对啊，以你的年纪也差不多啊。你现在不是80岁了吗？没有，但80岁了，哎，我已经那么老了，对面这些年轻人还打不过。对面90几岁了，好过分。对面90几岁啊！哦，看这老生活都会老，老人台。没有，对面有放水啦。对啊，他们一定放水了，不然雷猴那个反应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对不对？嗯。那我回合数多一点哦。
不用啦，不用不用太多吧，不用啊，等大家可以再拉一些其他观众进来玩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啊。可以哦。你刚才打到几只？我刚刚好像都没有，我只有帮忙打到一点伤害，我没有把人打倒。OK， 没事啊，有赢好可惜哦。其实有帮忙。那个地方他们一探头我就崩掉了。哎、欸，你就是要习惯去抓那个对方进攻的方位，因为基本上他进攻的位置啊，你只要确定他的那个进攻位置之后，他能够进来的枪线大概都是固定那几个地方，所以你就是要有心理预期，就是我探头的时候就先往那地方先开枪，反正先开枪一定就不会亏嘛，大不了探回来就好了 ，Q1 探回来就好了，对啊。啊，等 BD 啊！哦、他们说我刚刚打死了闪盾。啊，有打死闪盾，那不错啊。来，我来开始邀。邀我了吗？等一下。来，请进。好。请进。新角色强正常，这个角色我觉得不是无脑强哎，他这个要有点判断的，它东西不是永久持续的嘛？对，所以你必须要就是掌握那个 timing 去丢，比较像是要有点经验的玩家，我觉得才玩得起来吧。对，但是它本身能力是真的蛮不错的。有啊，你们进来了吗？有，进了，范围也蛮大的。我进了。哦，枪真的好用，枪是真的强，枪真的蛮不错的。来，你们要先过来左边。哎、啊，有没有观众要打的？可以到 PD 的聊天室那边。我们可以那个啊，我们可以先防守方啊，不用对啊。没事啊，我们进攻啊。啊，有没有？确定呢？有没有观众要打？我这边可以帮忙邀一个啊。我们一人帮忙邀一个好了。进攻方小马哥的枪啊，对，因为小马哥的枪是真的强啊。小马哥能力，我觉得现在算普通，但是他的枪是真的强。又稳，嘣嘣，还可以一发一发这样射，那个打了两三枪，对方都死了。我今天生日，可以帮我唱首生日快乐吗？快乐一定皮粉帮腰哥，帮腰哥。祝你生日快乐！感谢我们的7414。哦，好。我好忙哦，我好忙、哦。皮皮，我洗完澡了。R 六打完枪后，记得也来房间开几枪。我爱你。O P C G Y。讲话太过分了，他们居然说我的春丽很丑。什么东西？感谢谢谢春丽是真的。我等一下，我们现在攻击方，我等一下穿进去给你们看看。我没有，我会走别条路，我不会跟你一起走。好。你可以用龙啊，不是有个龙的造型？龙是还是干员？好像还没有上，还没上吗？之后才会上，对不对？对对对对。他现在有很多，我春丽我有买。他现在有很多合作的。这个春丽真的好丑！你干嘛、啊？你们好过分，我心好痛。我觉得上次那个二 B 还蛮好看的啦，二 B 的造型、啊、很好看。好了，够了。啊，你现在够了，我还没买完造型哎、欸。啊，还没买完造型，够了，哇，太迟了。没关系，等一下再来带大家一起逛一下。好，可以可以。哎、欸，感谢0522，感谢你。反恐不等人啊，错过了世界就毁灭。罗拉的造型也蛮好看的，罗拉也是好看的造型。好了，我要来秀一下了，秀一下造型。对。啊，里面不能改造型啊。不行。哭啊。哎，换一把武器好了。那什么春丽啦，丑死了，丑死了！哎、欸，我等下进去，我等下就进去欧迪森隆你，你有个丑。我只是小了一点。走啦！你不是小了一点，是各方面都大了一点，除了腿。好过分哦！八点档，你声音好像在二楼哎、欸，是我听错？一楼吧，我看车在一楼，一楼啊，一楼啊。哦、嗯，哎、欸，真的、欸？对啊。你看我这边看看我这边有一个，
这边都没人哎、欸，很近哎、欸。医疗室，可是我看他们在打二楼的墙壁耶、欸，这里啊，啊，那应该是二楼，二楼，对、哦，他们在这里放炸弹，二楼，二楼。我们上屋顶，我跟你讲，我们上屋顶。屋顶吗？好。对对对对，有一个很强的点，但是要大家配合，不然会爆炸。那走啊。是怎样？等一下，我先找一下出去。带路，带路，带路。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对，然后这边是这个抬头眼。你为什么要穿阿嬷裤啊？阿嬷裤。对啊，穿阿嬷裤。然后我上屋顶了。他们这样贴得到我们的脚步吧？听得到。我们快到，我们现在不要大跑，我们慢慢走。我大跑了，我大跑了。慢，对，慢走，慢走。他们知道了啦。这边，这边，这边，我们下到这边，这边直接就点位了。对，他们開。然后，他们一开窗我们就爆炸。我们需要一个，我看一下哦。你帮我架窗户好不好？我先荡下去。这边，来这边，来这边，来这边。Hello。Hello，Hello，Hello? 我先下去哦。Hello， 我好像可以用那个嘞。哎、欸，可以直接烧哎、欸！你要准备了吗？我可以用哎、欸。你后面两面窗户哎、欸，你要确定哦。对啊，对啊。架好，架好，不用怕。OK， 啊，你包丢下来，让我们放、啊。他怎么烧这个洞啊？包在我身上，包包要丢下来啊！你包，但可以跟你交流。我丢了，我丢了，丢了，丢了。OK， 这边一个二号标一个精准。他现在射我，他现在他在射我，他在射我。可以可以可以，你没问题没问题。安全雷。哎、欸，不要进去啊！不要进去！怎么烧成这样啊？这怎么烧成这样？没有人在那里，可是他不会动。假人吧，哎、欸，这边一个二号标精准哦，精准精准，直接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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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哇、哦！怎么进？怎么进？我开枪太慢了。你绕个窗户过去啊。他们把这些人烧死，来哦，一样，二号标两个，二号标两个，精准精准精准。你们打正面，你们后面超危险，我帮你们看。没问题，没问题。我的玻璃破了，精准，漂亮漂亮。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二号标，二号标。没了没了，哎没了没了，他不是不是，他现在移动他移动 ，OK 吗？皮皮，绕绕后绕后。这是李欣吗？还是拿枪卡？剩枪卡，剩枪卡，剩枪卡。啊！哎，不要挡到我前面。香香进去下包，下香进下包。啊，我去下包。哎呀，碎。哎啊，赢了。我怎么烧成这样啊？笑死！妈，对面在干嘛？然后我要守哪一个？守二楼啊！好，我们守二楼，我们守二楼。对，然后你就可以选那一只啊 ，PD 选嘛 ，PD 选。我选吗？嗯，你选那一只。可以，没问题。那你可以选个电吗？我选个臭。你要选电是不是 ？OK， 我选电，我选电。都行，都行，都行。但我现在他现在有好几种电呢、欸。你要哪种电？电很多，很多啊。好啦，我预设电好了啦，好不好？你可以选皮卡丘啊。我基本款电、啊。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Secure the area, keep the bombs protected. 皮卡丘。啊，对哦，电哦，对哦，电爪可以配合冰诶、欸。这边吗？这个吗？确定吗？看一下这边怎样。哦，封起来，封起来。因为它会瘫痪你的那个嘛，它会瘫痪你的电，然后把它冰起来之后，你再放一次就好了。哦，我拉起来，你再放就对了。OK， 对对对对对。啊，到外面的是哪一个窗？到外面的话就对面啊，应该在这边吧？应该这边、啊。我们守备范围那么小、啊，其实可以扩守啦。你要看要不要拆墙壁，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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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是刚才那个烧墙的地方。这边拆掉吧。哪边 ？OK， 我这边一号标。这边是可以上来的吗？皮皮安安十二，感谢你。他好像在屋顶呢、欸，我听到了。好没有安全感，好可怕、喔、没事，你可以跟在一个人后面。从高中看到出社会 low 好几年了。谢你。刚
高中看他出社会，感谢小次郎，谢谢，还有谢谢我们樱桃酱，感谢。有吗？有吗？哪边？哪边 ？B 泵那边 ，B 泵那边。进来了吗？进来了。我死了。哇？哇 ？C 副没捏着，他们倒一个。没事没事。哎、欸，这里也进来了。补掉了，补掉了。老皮，你这边不能站。我知道，我后面墙壁爆了。OK， 没事没事。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今天圆满了。后面墙壁，后面墙壁，比利，后面墙壁。我在，我在，我冰，我把冰起来，我把冰起来了。他在二楼储藏室那里。我被闪了、哦，他刚才那个 BB 死掉那个路口 ，BB 死掉刚才那个路口。OK， 在这里。看一下，看一下那个门，不要探头出去，因为他是长枪。你们后面，你们后面，你们后面，你们后面一个。哦不！没事，他现在进不来，他现在进不来，他现在进不来，不要怕，不要怕。哦。闪光弹，等脚步，等脚步，因为我会放铁丝网。听铁丝网声音。Op 4 has located a bomb. You know what to do. 嗯，进来了吧？对啊。这边有声音啊。漂亮。哦。全部看那边哦，全部看那边，全部看那乙提，看那边。他二号那个二号标，二号标，一号标，看一下。一号标那里。有了，进来了。漂亮，是。不错，配合的好。你进来了吧？好爽啊！我的鬼雷，而且 EDD 有抓到一只。我两个放在同样的地方，它直接起圆满了，圆满了。小起点哦，小起点，我不知道。等一下，因为你信息被刷掉了，我等一下，等一下，因为我现在在打，我没办法跳窗。你们还相信我的水烧吗？感谢谢谢亚里奥，感谢。来啊，我的汉堡神偷，烧啊！那你们相信我的？可以。可以吗？信啊！好，那我出了我的不归哦。嗯，你那个要去那个，就是讲他点在一楼嘛，然后你在二楼可以直接把木地板，嗯、它是拆超大一片的。我真的好想打那个村里。对啊，直接开扁。我刚刚开场都有忍住那个杀意波动了，没有朝他头开枪。他等下给你那个友情三角形。友情三角形。他那个脸、就是，你知道友情三角形是什么吗？间距吗？就是如果我打你的话，我头上会有个红色的三角形，然后我再打你的那个子弹会反弹到我自己身上。我恨你。哎、欸，在地下室啊，地下室。你想要收集那个三角形吗 ？BB 可以帮你实现。二号标的位置。我让你看看那个效果好，那是游戏最重要的一环。我的车迷路啊，好可怜。这里是哪里啊？要从哪里进去比较好、啊欸？都行，啊、这边就点了哎、欸。嗯、欸，这么近？地方这边，这边进去吧。好像不是、欸。啊，这里是哪里啊？啊，这边路、欸。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下水道可以走。嗯，对啊，因为他们点在地下室啊。OK， go go go， 霹雳进来可以走，哎、欸，里面可以走。上面那个是你敲的吗？好像不是哦，他们有人在二楼、哦，你要注意哦。哎呦，我有要修。怎么了？怎么了？什么 ？Big Boss， 你是不是没有探后面？哎、欸，等一下，我刚来，他刚来，我有分身呢。他们二楼有人哦，他们二楼有人哦。没事啊，我没看到那边 ，sorry， my bad。那边有人，四号不要有人，躲在进去左边。哎呦，现在敲那个，
这角色走好慢哦。楼梯楼梯帮我看一下，哪里？不是外偷在楼上。哦，没呼啊，没呼啊，而且监视器都没打掉。没呼啊，没呼啊。哪边打的？我被扫描到了、欸。你们怎么在哪里啊？你们哪里进去的？头上，头上。哦，这个人，哎、欸，有一个人在一个很可恶的点打我们，好难解释。好阴险哦！对，那个方向有个门，有对对对，右边有个门，对对对对，不是那个墙后，我知道，我看到。你左边一个楼梯，前面有个我烧的洞，那边是一个墙线，洞可能会有雷吼。妈的，150发子弹啊、哎！他们人会冲出来，他们人会冲出来。啊！哎、来不及了。好可怕、哦！我就是被 BB 烧了那个洞里面的人打的。没有，原本是那个洞是我要用的，但是我在烧那个洞的时候，左边有人从楼梯上去打我，洞就被他们抢走了。没事，这张图叫做防守图，对，防守最强，来，防守最强啦， okay. 防守最强啦，来啊！那我也来玩一次新角看看。那我来凑他们，我要野蛮开凑。新角就是、欸、野蛮开凑，听起来就是没洗澡，很野。所以人家就知道了，你看那个造型就知道了。你喜欢这种不洗澡的是不是？对，因为他本身也不洗澡。也是了。我最喜欢洗澡了。你骗！我简直就是静香，静香狐妖版。哎、嗯嗯欸，我们要守，我知道拉很外面的、欸，要两个弹点这样拉到蛮外面去。这边就是进攻点的这个地方。我来二楼偷看好了。好。可以去打个野。哦、他的地下室短枪线啦，可是其他地方都长枪线。我感觉那个一二楼长枪线比较多。对，我先找看一下上去的路，那个黑石板都没有封。10 seconds to insertion。哎呦，这封错。楼梯在哪里 ？5 seconds to insertion。路太多啦，好多洞哦。寒冬遗迹啊，太多路了。真的。哎、欸，哪边？哪边？哪边？哪个位置？抱歉，吓到你了，我也吓到了。我在打他的那个，哦。这个那个护盾给你玩。对，喜欢抄地雷。哈。Dread mine primed. Mine ready to go. Dread mine on.哇，香后面香，好，我再看，标一下，对，四号标，在上面是不是？有人踩到那个脚针了吗？没有哟，在我脸上，超多的，我会怕。哦，哇，可惜，屁的，差一点点，他先打到你头了。哦不，哎、欸，我那个毒气会有声音吗？那边真的超多人的。你要看着你的那个哦，哎，升满，升满，是不是在烧这里了？楼梯起来了，我刚飙。老大，那个启动你要看着你的。哦，我知道，我数了。他哪边射你的？二楼吗？他们开洞要下来了。他们直接在炸弹房上面。在 hash。干假人！哇，到处都是洞啊！哎呀，我看到他小头了，来不及，可惜。哇，小头！我有看到一个，他头太小了，因为这个角色头真的很小、欸，哎。
戴个小红色帽子，我看到哎、欸，有个东西探出来，你来不及了，倒他倒了，他被射倒了，我听的屁，丢兵，不知道有没有用。接下来一个蛮惨的吧，进来了，你可以的，监视器帮忙看一下，哎、欸、哎。好漂亮，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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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得掉拆得掉。哎哎哎，有了有了有了。哎呦，还好还好，你没有听。二四无头怪。我在想说这个手感不对，你知道吗？他说：“嗯，他不是跌倒了，让他蹲下。嗯”哎、欸，新角的那个陷阱会消散，对不对？会，所以你要等到敌人进来的时候，哦、或者听到声音再放。最后一颗有用。对。它不能够先设置的东西。你听到声音的话，你就可以先把那个入口、嗯、可以先丢、弄一下。它时间好像蛮久，好像十几秒。嗯，好了。皮皮，你要玩水滴 是？我来帮你们啦。那、你玩可以啊，我玩 EMP 啊，玩 EMP。嗯。我的闪光弹。我看。闪光春丽。好想打那个春丽啊！大盾。好想打那个。哇，这个盾牌好帅哦、喔！给我一个机会。有了，我来帮你们盾了啦。交给我，交给我。聊天室说可以 PK 队友吗？眼睛泡泡的。哦，水肿春丽，酒醉宿醉春丽啊。嗯，宿醉春丽。你的感觉就像是被那个肯打过的春丽这样。我觉得要拿，要你要找那个香香，把他那个二 B 的眼罩套到你的那个脸上，来盖一下，对，盖一下会比较好一点，至少大家不会想要打那只春丽，笑死！它可以激起你们的战斗意志啊！你是快打，你这是快打旋风，我们现在是快打旋风六，那个春丽感觉是快打旋风37才会出的春丽、嗯，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吗？好，地下室那我可以直接进诶、欸。对啊，可是他们有那个害虫跟那个女武神，没有啊，我们有大盾啊。哎、欸，地下室有人，提醒你刚死的地方。对，哪里啊？每次这边都不知道怎么走啊。我可以先走。新角枪蛮强的。就你前面，里面有。要打掉。帮我射破，帮我射破，然后监视器记得拆掉哦。你们左后有监视器。左后。哦，看一下。好。要打掉吗？你先把我把人发现，你被发现就被发现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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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看，没有人没有人。有道具哦。有道具，欸、这边躲一只，这边躲一只。有道具。一号不要，一号不要，一号不要躲一只。帮我清一下。先逮捕他。先逮捕他，先逮捕他。移动，他移动了，他往左移动了。有道具啊，帮忙打一下。二号标上面有道具。哪里？二号标上面有道具。跑走了，有人在外面、哦。有人抓野哦，有人抓野，注意哦。完了。车没了，车没了。那个，这个门这边哪里有道具？我自己清，我自己清。哇嘞，哎，我不小心丢到。小心，小心右边，我看左边。哦，谁想我？谢了。Oh my god！ 哈哈。你听，我在哪？第二次要不要先烧？我想烧，但这边有点危险。有一个死了，一个死了。一个人怪我这边，一个人怪我这边，一个人怪我这里。真的不要在那。一个人怪我这里，一个人怪我这里。不要在那，哎、欸。OK。哎，哇！我刚刚说不要在那。我在走分身呢。跟我进，跟我进，来这边二号标。啊。乙提二号标一个。Oh my god！ 我丢。楼梯啊，楼梯啊，别在那，不要过去啊！楼梯那边有人。知道，知道，我看到了。干，可惜。后面掉。好，他是倒了是不是。乙提走那。哦，他背怀一个人啊，可惜啊！哎、欸，我那边他好像没被补掉。女武神残血，他刚才倒在地上，在哪里啊？就是我刚才右手边进去的位置，他应该剩下一点点血了，不知道队友有没有把他拉起来，可以过去看一下。哇，我刚手榴弹没有丢好，不然他应该完蛋了。女武神倒，我这里体力，走，残血残血 ，BB 尸体上面。我试一下，对，监视器，上面监视器在照你啊、喔！这么暗眼，哎呦哎呦，
哦，你的长枪这个不太有瞄、哦。15 seconds remaining. 10 seconds remaining. 赶快把命引出来！有暗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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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暗号了。有暗号，有暗号。是什么暗号？咚咚暗号，我有宝箱暗号。跟对面讲说宝箱了。那也蛮可惜的，刚才差一点点。你之后要小心那面墙，那面墙是很危险，它很容易爆开。哎呦，直接被啊，地下室啊！没事，我们玩这个游戏玩多久就几种死法，你那是第一个。你之后还会有别的，但不用担心，习惯就好了，习惯就好。嗯，对，我已经习惯到死了就算了。你要玩新角吗？来啊，你玩、啊。你玩看看。你玩、啊。我要去泰国了。选个泰国角色。Secure the area, keep the bombs protected. 这角色也蛮强的、啊。他角色有被 nerf 吗？我现在这只。他不是被 nerf 两次，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是因为太强了吗？哎、欸，楼梯在哪里、啊？之前能力真的蛮强。啊、oh, ，OK。有楼总算枪在十秒内冲到二楼了，因为现在枪强能力又强，才十六发。我来帮你下。哎、欸，感谢韩吉啦，安安。哇，这个封完是来不及嘞、欸。有啊，节奏真的好宽广、啊。找不到路下去了。一起 O P C G J。走，一起泰国啊！我现在怎么？我在二楼守，哎、欸，一楼。啊，走好慢哦！他们刚从哪边掉下来的？哎、欸，一楼声音。我在你后面，我在你后面。不知道在炸什么、欸。哎、欸，怎么没有风？完了。墙没封啊！哎、欸，这边有人可以把它打穿吗？这个这面墙，二号墙，你们谁可以拆的？我不行，我是 Bendy。哎呦！哎、欸，什么位置？什么位置？那个、哎、好像是、哦、那个是那个地下室进了。地下室。他们在烧墙。哇！他要弄一个地那个标识、哦，我不知道怎么下去。来了，来了，这里，五号点，四号两个，四号还有吗？还有。哦，四号两个都，哎、欸，我这边，哦，还有一个，四号标，还有一只哦，二号标一个，盾哦，是一个盾，进来了，大盾进来了，大盾进来了。cover 我一下，大盾，二号标，帮我看一下。不是，我要射那个黑怕冰起来。完蛋！你被狙掉了。体力，我这屁股，我屁股有动，帮我看一下乙提。二号标，帮我看一下。你的屁股吗？对，你帮我看那个门。大盾进了。大盾后面有两只哦，后面两只。哎、欸，那个门，你那个门有人，那个门有人。我收掉，我补掉，我补掉了。漂亮，我继续盯哦。帮我，有可能帮我架，帮我架，对，你架就好，你架就好。盾在跟我对枪，帮我架好。好。哎、欸，大盾来了。倒，继续看着，继续看着。后面应该还有一个。对，继续看着。我漏弹哦。来了，帮我看。哇，你这个要看那么远。看好。射，往那边射。哎、欸，他拿香槟，他怎么射？哎、欸，皮弟，我的位置，死掉的位置。哇，老皮，哎、欸，老皮，哇，他怎么这么强？哦，皮弟刚刚拿香槟，找一个极限角度打我，是不是啊？我完全没看到他的。皮弟刚刚拿香槟，距离20公尺。OK。哦。OK。
OK， 原来是拿散弹枪啊！原来是散弹枪啊！不然你以为你那把是什么？我想说射好慢哦。对，我想说跟他搭配啊。我们可以来一个，你要不要换完新角？没有，你玩，你玩，你玩啊，你玩。好啊，大家都这么客气，那我，对啊，我没办法，我现在没办法玩新角，然后还还没有，我想说这，我想说剩剩最后一只啦。刚刚想说乙提应该把他打残了吧，把他比掉，然后拿沙钢，结果你是拿散弹枪，来不及了，那个来不及了。后面那个人我打不到他，你叫我开枪的时候，我的视角看不到他。诶、欸，啊，这个楼梯在哪里啊？这边，有点远，有点远。他们都从一楼，这个墙要拆掉啊？哦，他们会从这里进来。我先把这封起来。Down to 10 seconds。不对，打车就没时间封 Hash。一抓给队友封，打野的人封。Oh my god！ 板哦，等一下，这个还没封起来啦。太残忍，太残忍，你们怎么都把它用完了？Setting a razor shell. Activating jammer. I'm ready to pop. Throwing a razor blue. I'm primed. 什么声音？应该是我放那个 laser. Ready for surprise. 你先不要来这边我来。哎，不要封起来。标点地方，看一下标点地方进来了，二号标。OK。二号标一个大门嘛。哎、欸，他们在炸。他们要炸 H， 他你注意头顶，注意头顶。二号标一个， okay. 注意头顶哦。一样二号标的位置哦。一样，他不来干嘛？他们在这打那个打头。我这边进了。OK。哦，没收掉。那个，我刚才看爆炸地方灌墙灌天花板。哎、欸，进、欸、就我刚才说是我这边进啊。哎呀。哦，楼上这边有洞啊。完了，要被灌蟋蟀了，完蛋了！那个车从哪里来的？哎、欸，哈？你怎么封起来？不是，我要扫他！哎、欸，这有人呢、欸！哪边？你是啊，是啊，这里，这个门，我要架他。我这边还一只，我这里还一只，头上也有，头上。你后面屁股，你屁股，怡婷，你屁股。买屁股。他炸开了。哦、他在那个炸破了铁门那里。哈哈。哎呦，帅！没事没事，卡好位置，卡好位置。宝可梦，狙他！宝可梦。哎呦，他怎么死了？拿你的手榴弹羞辱他，快点！对，你后退，然后按 G，、欸、按 G 羞辱他。没事。在他应该右手边，右手边啊。对，因为他刚才往右手边走了，应该要他右手边。我好紧张哦。没事啦，没事。刚才有一个，我刚才说你屁股，然后他还不知道看哪里的。没有，因为我前面的那个门有一个。没有，因为你跟我在同个房间嘛，然后我刚才卡那个门，我刚才说有人要进来了，后来他进来之后，因为
那个时间点我来不及拔枪嘛，然后我被打掉的时候马上喊你屁股，可是你如果马上往回看的话，那个人就死了，因为他是对，因为他没办法来得及看你那个位置，你往回看你直接开枪、okay. 他就被你打掉了，他就 red 了。你要先找到自己的屁股在哪，你要先弄 skin 吗？你现在把我手往后，可以呀、啊。我那时候跟我前面在看那一扇、欸，再找其他观众啊，我们就是再换一批观众啊，嗯，再换一批观众，对啊，顺便挑一下 skin， 对啊，顺便弄 skin 啊，你们太过分了，我的春丽不能这样，我等下再看了这春丽的真的很想打他，可以，斯巴达分队。他屁股长在树上了。有个人的造型很飘配。谁的造型很飘配？那个……哎、欸，怎么有人？什么鸠野狂犬？等一下。然后怎么香香突然……他的捏捏有刺青。离开队伍了？你怎么会离开队伍、欸哦？我以为要重开呀、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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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重邀观众，重邀观众。对对对，我们不用离开，不用离开。罗拉卡斯特。我等下玩 Echo。你是不是想要人中之龙？对对对，枪爆，春丽同捆包，这个真的是有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蛮好笑的。我觉得很好啊。他们那些人都没有觉得哪里有问题吗？我觉得应该其他的那个配件，你知道他的 skin 是可以拆开来的吗？我知道、啊。他可能就是要让你自由搭配吧。嗯，啊，有没有人要打的聊天室？来哦，有要打了吗？赶快赶快，给个 ID， 我把你瞄进来。等一下，我们这把打完可以换一个图啊。你不是要打什么小游戏啊？我们要不要可以去玩小游戏啊？小游戏，你说全部小游戏现在都可以开了，是不是？好像就是它有开放的啦。哈利波特造型啊，真的假的？45分钟啊！我昨天就说要先抓，你们没有先抓、啊。对对啊。小游戏哪个有哈利波特造型？哪边？有吗？我怎么不知道有哈利波特？我也没看到啊。没有吧？没有哈利波特啊？哪有哈利波特？哪边有哈利波特造型？哪有哈利波特？你点那个商店，然后精英同捆点看看、啊，还是制服？制服我没看到啊。他说开玩笑，靠腰、哦。把他给背了。烂哦，幽默哇！你很幽默、欸。我想说我也玩了蛮久了，我怎么没看过哈利波特造型？太幽默了，有的话应该早就知道了。我等下就用那个神命咒打他。对，在那边搞啊，有李阳的造型啊，李阳造型是蛮帅的，至少比春丽帅。过分了，心好痛。我觉得吉儿的造型也很不错啊，吉儿造型很好看，啊、比春丽好看很多。嗯，这倒是真的。有人要那个吗？赶快赶快哦！ID 有我都送很多邀请了，他们可能就是你知道，先骗你好友，然后再随缘这样。什么叫先骗你好友再随缘？因为你要先加好友啊，才能邀啊。哦、对啦，确实。就是我要骗你好友，然后对，已发送邀请。有了有了，我先邀一个。好，这样刚好就满了啊！等下来不及的话，就下一把，好吧？下一把。对，我先加啦，我一样先加。够够了，你设定好了吗？还有什么要调的吗？还有什么 skin 要弄的吗？穿好了，快好了，穿好了，穿好制服了。我没有春丽那么丑的造型，你先等我一下。好, 好啊，来不及加进来的话，我有先加你好友，我们等下 下一把有机会就拉。哎、欸，有啊，有人被进到观战模式了，可惜。没事。像如果要买这些帅帅 skin 啊，你可以买那个高级会员哦，战斗通行证。高级。它可以解锁。R6 点数啊，对啊，他现在就是你升级之后可以自己选，就是路线嘛，然后他路线会解锁一些造型，有些造型蛮酷的啦、嗯。我记得不是有一个，他是跟那个他的故事有关的造型啊，像现在有这个什么双足飞龙套装，这套也是很吓趴、啊，这套吓趴，对。可是主要是要拿那个啦，120点 R6 点数，然后还有很多个，嗯，对，确实没错。所以现在买机票，除了解锁角色之外，还有就是可以拿这些造型。但是就是要打的，要想办法往前推啦。你要挑战，要过那个挑战。我好了，我好了。嗯，好，那我们开始喽。
好，克苏鲁，克苏鲁面具超帅的。你那个章鱼嘴在那边甩。对啊，章鱼嘴啊。皮皮当角色，我柯林。等一下，在 TID 我可能等一下下一把吧，因为你们这把先开始，可能要先打一下，等一下下一把我们看打个小游戏跟大家一起玩。好啦，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选一个制造无人机哦？制造无人机，他最近出的那几只角色都是无人机耶，你有发现吗？进攻方几乎全部都是出无人机，跟得上时代的潮流啊，对啊。对啊，通通无人机，这样才符合那个啊，不是说要拟真吗？对啊，无人机越来越多，就是比较。哎、欸，我造型怎么没变啊？没换到吗？你是投那个吧？那个什么照片没有改的？等等就知道了。为什么问我有没有要道歉吗？什么意思？长得太帅了吧？太帅了，够妹妹。太帅了，不好意思。帅到抱歉。没有，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他是讲说刚才讲哈利波特那个啊。他问我怎么不道歉，我说哈。哎、欸，在二楼。知道哈利波特吗？没有哈利波特啊，没有吧？有看到二楼。嗯。没有哈利波特，长得像吧？长得像不算哦。对啊，不是正版联名。二楼哇，我们好像没有 EMP 的。哦，他说推荐书啦。我说工山小，就还没有这个造型啊。你要我跟你道歉。等他出了，我们再从刚才那地方入侵好不好？有没有？我们刚刚那个，哎呦，有人外偷哎、欸，真的。哎，我看到个摄影机，哎，哦不是。Swapping mate。一样在二楼嘛？对。哎、欸，我忘记换角色了。哈利波特版权应该很贵吧？哎、欸，完了，他们 J.K. 罗琳应该没那么凶残吧？他们学聪明了。他们怎样？他有把窗户敲开，敲掉一格啊，看到吗？还是没有？还是我眼馋？你眼馋吧？眼馋。那眼馋对。那我先把它封起来。这样跳下去不会摔吗？不会。玩笑，我受过训练的呢。要烧吗？要烧吗？要！等我。这里有人呢、欸。哦嘘。你、欸、这边不能挂绳。五号。点在哪？知道吗？知道。看到我的位置了吗？二号标。我们需要人快帮忙烧。我们烧哥在哪里？等我。我先把一些后面的状况处理一下。我再跑了。哎、欸，这怎么进去的？Oh shit！OK，、啊、我要出去了。哦，懂了。窗户过不去，走另外一边，走另外一边。OK， 我走另外一边，怎么样？把它敲掉可以啊，敲掉可以了。不要吧，你等下进攻，打被偷。不然好啊，不然留着啊。我怎么上去？这怎么办？我要再上去一次吗？我帮你走车。我看到了。Okay, 我剩一分钟了。二号标。精准二号标，有人是不是？对，有人来，我不用你不用走车，你直接架枪，来，我走，二号标，兵哥，左右各一个，走廊里架着好，架着就好，架着就好，完了，哇，那个进去有矮椅子，左手边，哦。怎么会烧一个要这个洞啊？靠北，这样跨进去要这个进去就没办法，没办法位移。没跟我说烧哪？你要烧就是蹲着走进去。欸、已经有人摸到我们这里嘞。沟通失误。好会摸。那不一定是钓鱼仔啦。我觉得如果下面烧开，我就举着盾进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只是刚才那个要我道歉，真的蛮莫名其妙的。对啊。现在就有这样，就有点像钓鱼仔，就是故意要引战。二楼啊，这样就有点故意要引战了。我就觉得刚才大家没必要攻击他，但是刚才
你要我道歉，我觉得这个蛮莫名其妙，因为本来就没哈利波特造型啊，你又把没把话讲清楚，大家本来就会误会你，对吧？然后你这样莫名其妙就要我道歉，我也觉得超奇怪。然后你现在在聊天是跟他引战，我是觉得就有点过了，这样就有点过了。希望你不要再继续延迟这个负面情绪，因为看台本来大家就开心看嘛，你如果还要延迟这种负面情绪，我等一下就要把你ban掉了。因为你前面我倒觉得无所谓，可能有些观众他发言嘛，因为毕竟你自己可以根据你的心情去发言，但是别人也可以根据你发言的东西来评论你的发言嘛，对吧？啊，你的发言确实造成一些人就觉得说你干嘛要这样 ？Apple 的技能，所以他们的发言会比较好。评论你的发言，我觉得是合理的，但只是说我觉得没这个必要。那个飞机啊，因为我觉得到那种程度还不算掉。看到了你就按立标志，然后那如果你在故意要这样，他会晕眩，有点像引战式发言，那我就知道，我就真的要把你有废了。对啊，因为我觉得有点过于偏激啦，我是不太希望频道一直有人这样去故意制造大家在那吵架。Bomb locations are secure。那个是什么？哦。真岛无郎。哎，你有放技能吗，香香？有啊，我放车库。皮皮唯一该道歉的就是太迷人了，让人无法自拔。空三小，后面点 OK 吗？我这边有声音。二号标一个，二号标一个，精准。他现在看车，可以抓吗？可以抓吗？二号标。我被看到，我被看到了。这边有声音哎，地下室。哦。我被看到了，我被看到了。OK。我这边有一个，有人在走路。OK。来了来了。我这边看到吗？你们踩到我的。二号标，二号标。想问今天大部分观众想问的，今天拉屎了吗？四五号五号。你会不会有人哦？他残血，他残血。哎，炸这个墙啊！五号标啊！哎呦，他怎么突然进来给我一发、啊、？OK， 五号标。哪里 PD？ 打死打死！我这边被包，我这边被夹，你要下来帮我，一踢。OK， 好。OK， 收弹了。好呀。OK， 一定抓怎么样？倒了，倒了。我在找，我在找。我找到，我找到了。看到了。啊，你报仇了。OK， 是哦。还有一个哦，那边还有一个哦，你不要走太外面哦。Okay。 可是 BB 跑过去，我刚差点射了 BB。没事没事没事，你就架好那个点就好，架好那个点就好。好好好，主要是听那个方向。我从后面进来哦。哎，是谁叫我上面走来走去还是怎样？我帮你们看监视器，应该还行，因为他们现在进攻比较麻烦一点。他们的烧，他们烧哥剩一个嘛。哎，我没看到了。他们进来了。OK，OK。Five seconds left。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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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一秒而已。要打，要打，直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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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可惜。哇！我探出去跑到他的枪线上，哎。哇！刚刚那边，刚刚那个软墙，如果啊，我知道了，那边要打开，这样可以回防。对啊。对，大这张图越玩越熟了。对，有啊、哦，已熟了。我人也熟了，对我也熟了。对啊，他那个枪，他的那个枪喷出来的速度比较快，他喷枪速度比较快。再相信一次我的春丽怎么样？
好啊，你出你出你出，你那个是文英阿姨啊，春丽。文英阿姨是谁啊？有像文英阿姨哦，不是你那个年代的艺人吗？对啊，不是你那个年代的吗？文英艺人，对啊。我以为是有配那个嘛，他是有配魔法嘛？对，对啊，就魔法嘛。皮皮晚上好，今天是年龄限制游戏，但观看数量竟然一点都没有少。嗯，一轮没有。别误会，我不是针对谁，我是指在座的各位都是大人啊。我的车车迷路了，车车很难过。哪天你没迷路，你再跟我讲。应该在二楼吧，看着感觉是应该在二楼、嗯，是吗？因为也没扫到啊，没有扫到那个位置。三岁而已，嗯，我被扫描，哦，盾范围 ，OK， 哎、欸，不对、欸，不在地下室、欸，地下室没有啊，除非他们没有封。不在地下室，在二楼一样。嗯，应该在二楼啦。哎、欸，我被扫描了。看二楼有没有风就知道啦。监视器要打掉。在打的，我打了两个。要快哦，要快哦，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喽。就照刚刚那样烧啊，走吧。可以啊。好。又被扫描了，出来了。监视器在哪里啊？不知道。啊，我们没有那个哈 ，EMP 哦。监视器在哪里？没有。那走这，那走。监视器在这边啦、啊。我可以先进去。要，我有这个。这个清掉了吧？哎、欸，没人呢、欸。左边，皮弟，你去左边。没有要烧吗？哎、欸，这里有。这是右边，皮弟。楼梯间躲一个，楼梯间。他跑好远哦！我刚刚说你去左边，皮皮。等一下，不是有人啊？有人，你也是去左边啊？因为我要帮你看，你要帮我看呢、啊。电子烟幕。我马上就回来。小房间没人。我技能快好了，等我一下。好了好了。有啊。You located a bomb. 哦，这个哦，哪里？点内了，我已经打到点内，我死掉了。他那个烟雾会反速哎、欸。哎、欸，什么东西？哦，你是假的，是不是？我以为是真的。哈哈哈。这可以走吗？我刚以为是真的队友进去就是假的，我就跟了。你听，你丢了那一个后，你自己不会被闪，所以你要跟着进去。哦、oh, ，好啊。对，它炸开的时候，你要跟着进去。Oh, 啊！后面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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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他们在玩那个玩具车，他笑死。我刚以为你是真的，想要你进去卡点，我就看另外一边，然后结果我就死了。我要被我骗了，没事啦，可以的啦。没有，我跟你讲，这么玩这游戏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碰到死法。老大晚上好，我从来没这样死过。你真笨。沟通。哎、欸，感谢雪片。每一次玩都有新发现。对啊，这是个游戏的乐趣啊。真好玩。对啊，每一次玩都有新发现。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哦，哎、欸，有新玩具可以玩呢、欸。很多啊，很多新玩具啊。还有一个叫做观测妨碍器，观测妨碍器，对，它就是有点像是 Mira 镜这样，然后可以看、嗯、单向的。我丢给你看，我丢给你看，来，来去楼上。等一下呢，我先那个、啊。楼梯。Well fortified。哎，这边不封死吗？啊、这边不封死吗？等下窗户一掉就没了。这好
太复杂了。没有啊，还是一样啊。对啊，这边要封吧。这几天还有机会吗？有空的话啦，有空的话。老大，我好想家，可是家长在睡觉，这几天还有机会吗？我从 OSA 出就没玩了。因为我想说昨天有提醒大家早点抓，因为现在 R6 要更新也是蛮大的。对啊，更新超大，很有诚意。哦，那个弯，你听你躺那个位置，自己小心哦。那个是你要走进来可以直接对你哦。破门了，哪里啊？我标的点，这四号标，他们破门这边走标进来，走车进来了。好，有个人蹲着在这里，精准标，小心点。右边也有啊 ，ET。那我先躲起来，我不能再躺这里了。到处都是人，真的。哦哟！在哪？在哪？在哪？哎、欸，他死了，不用，没事。他在一楼。哎、欸，这个是坏人哦。哎、欸，二楼啦，听说这是假人。什么坏人？自己人啦。哦，他自己人。哎、欸，这里来了。我把人崩了。好，我这边。又是那个探头妹啊！我这边啊，我这边一个，我这边一个。OK。对，我们这方向两只。我这边二号标，帮我！我来了。三二一起看啊！三二一。阿乔铁撞，他要注意在我，他注意在我这边。你不要从那个门，你从另外一边绕，你从另外一边绕。从另外一边绕，就剩他一个，就剩他一个。不能说最后战斗是，对对，就剩这边二号标。涂奇勇 ，Ben， 你自己小心，不清楚是不是？现在还那么严格，至少上年就说有人死了。没事没事，拒捕。马上被 Ben 不幸自己他是盾牌，他是盾牌哦。盾牌怎么会有大枪？他是那个盾啊，那个透明盾。你要探残？你要探了吗？你要探，我跟你一起探。探。等一下啊，先等一下。我好了，探了吗？还没。等。我来了，我来了。说，不要探。说，你说起来。三二一，探！不要探！嘿嘿嘿，哎，怎么你又死了？我也不知道，他有点痛。对啊，他那把枪很痛。嗯，那个角色还蛮强的。对，就不要探，因为刚刚我突然想到时间到了，不要探。就算我死了， okay. 你躲着他也进不来。时间到喽。也是。对啊。我们一起上，如果他突然360度回转，一枪两枪我们就死了。我一定要玩到这个小车。这个车真的蛮有意思的，这个车很有，这个车又蛮好玩的。小车车，有，但他们会守哪里？打垂直进攻哦，这张地图。比较没有机会用到，你看他那个地形，如果选楼上或是地下室可以啦，可是选楼上的话，这车就没办法用了，除非你先放完之后，然后跑到那个楼下去那边打他的脚，他就是要开给队友打的啦，开给队友打脚还可以。你那个技能在使用的时候很吵，对啊，超级吵啊，对，很吵，在楼上，所以你队友要推的时候，你可以用那个来制造声音。好，那我等一下用一个，然后你们推。对啊，我们可以等那个号角，你那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们就对你们听到你就知道。在地下室吧，地下室。在一楼封墙哎，放在这里好了。合作角色很多啊，合作角色蛮多的。这
这个标上就有人了，五号标。有点可以打吗？好久没打了。等一下我们都开小游戏跟大家一起玩。对。新地图是真的蛮好玩。那你们清掉了吗？那个？我们要不要换另外一边走啊？好啊。可以啊。不是很好推，换个位置啊。Reloading, cover me. 地图这里。在几楼啊？地下室，地下室。在地下室，地下室。OK。哦，这边就进去了。来啊，如何？好啊。这里吗？哦，还有，哎、欸，有个打野，有个打野，二号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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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抓哦，可以抓。一号标很精准。Okay. 一号标，二号标，可以吗？可以吗？你还不要动吗？你人进来，你人进来，人。二号标、欸、他不见了、欸。一号标还在吗？二号标还在，还在，没走。我这个可以进。他进去右手边那个角落，二号标精准，精准，超精准，超精准，超精准，这个位置。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这个位置，二号标看一下。二号标一样，二号标很精准，很精准。他秒我车，他秒我车，他秒我车，他秒我车。五号标有个人哦，哎、欸，等下进去右边就有一个人。点在哪？点在哪？他秒我车，二号标精准，可以直接射他。Oh fuck！ 他死了，死了，死了。哎、欸，你左边有一个、哦、那个进去小房间。收到。楼梯间好像还有一个。哦、oh, ，nice。那我车架在这边。哎、欸，我吓死我，什么东西？哦、oh, ，C4 是不是？嗯，没有没有，是我。欸、你要做事情的时候讲这样。你在地下室吗？地下室。这什么东西啊？哎、欸，这里有人，这一间有人哦。时间不够啦，兄弟们！进啊进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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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近点近点近点。哦、他点在哪？他们藏得太好了吧？在哪里呀、啊？完全不知道、欸。地下室这一间吧。进啊进！下包下包下包。没人 cover 我、啊。cover 皮弟下下下下下。哇！刚刚忘了捞蛋，可惜了。救命！救命！我要被逼眼了。哎、欸，这个好难用、哦，我要先知道它的位置。我刚才都不知道点在哪里，看不知道点在哪里啦，翻修工程。点在楼下。对啊，找不到，我找不到点啊。我不是路帮。他们怎么有一个？我想说我要过去帮啊。僵尸是之前万圣节造型。好好笑啊！好啊，那我们重开啊，你开小游戏啊，开小游戏。哎、欸，这个角色其实也很有趣哎、欸。我觉得不归也蛮有趣的，就是不能归，挺不赖的，挺不赖的。好，我们先大家先离开房间，我们等PD重开。好。对，这个地图还没有很熟啦，就是因为毕竟才刚玩嘛。它这个地图我就觉得本身设计上面是蛮好玩的。对。很多回字型的通道嘛，就是要不然是么字型，要不然就回字型，所以你。哎、欸，你说，不是你想要玩什么模式啊？它有 有什么可以玩？一轮转，轮转是什么？哎、欸，武器轮盘，我不知道哎、欸，它可能是应该是换枪吧？来啊，武器轮盘啊，来啊！然后还有那个狙击枪跟黄金枪，黄金枪是一发一枪一个。我觉得那个武器轮盘，武器轮盘、啊，武器轮盘、啊，好吧。嗯，对，这个地图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玩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贼窝这张图啊，它的设计上面来讲的话，很有怎么讲，就是之前芝加哥肥仔啦，或者是说那个叫什么来着，也已经应该说他的房子好像是真实存在的，不像是为了设计游戏而存在的。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嗯，但是他这样的设计也是很刺激啊，我觉得蛮刺激的，很容易就短兵相接这样的。芝加哥肥仔啊，奥勒冈哦，
奥勒冈还好，旧训练基地 有一点啊，有一点像，可是旧训练基地它那个口字型没那么多啊。海关还蛮像的，海关是蛮像的。对，有了有了，发送邀请。美国要治疗白血病，哇！我正在加入游戏，可是还没跑完。好好照顾身体啊！好，我看一下，我邀大家进来。对，它不会是就是动不动一堆软墙的房子。嗯。好像整栋房子台风一来就直接没那种感觉，它设计比较合理啦。它的硬墙多，可是它的能够绕的路线又更多。因为我像刚才讲嘛，就是有很多口字回字型，所以你可以这边打不进去，你就绕另外一个房间，其实就只是隔一个门，它可能就可以绕过去了。所以左右枪线其实不少啊。对，很可怕的一张图。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看一下。但是很好玩。对啊，蛮好玩的这张。Easy Rush。好 ，Easy Rush SP4 是嫩的意思吗？对。哇，好像没办法邀那么多，因为有些人他，如果你没有先对我按申请好友的话，我还要先对你按申请，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哎，香香有进来了吗？有有有。啊、为什么有人连游戏都没开啦？有人连游戏都没开，怎样？骗好友啊！你要到底是怎样？哇哈！骗到老皮好友。有了，我有邀了，我有邀了。因为太多人了，我没办法全邀。而且刚才上一场当初也是为了骗老皮好友才来当实况主的。屁嘞！在那边骗。其他人讲我信啊，你讲我不信。对不对？你开台资历这么老，老人与海。好了，这个是什么？武器轮盘是干嘛的？应该是那个吧，随机一直打一直换枪吧？不知道，我没有玩过。啊？试试看，踹踹看。有一些人的好像还没有同意我好友，我真的没办法邀你哦。对，或是他可能按同意会比较慢吧。来了，游戏开始喽、哦。好 ，OK。这算是一种告白吗？不算吧。啊是这个武器轮盘是枪就那个吗？啊，枪王之王吗？不知道哎、欸，试我不应该是吧？试看。啊，允许没有投通过爬到更高的范围出口，好像选什么角色就没差了。移动速度有差吗？你要骗我好友，虎哥不是我的好友了吗？冲锋枪。哦，无限子弹欸，分两队了吗？我们同一队啊。Your team pulled ahead。哎、欸，B-Boy 有换枪吗？没有啊。啊。790啊。哇。Took the lead。哦，这个厉害啊、哦，这个。啊，我不能用我大锤啊。没有技能，没有技能。我要用大锤破墙。哇，这把枪我不会用啊！我要来去玩 R6 了。我没杀到半只啊！你有那个，你有那个破片、欸、破片。换、欸、武器，换武器，换武器，换武器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哎、欸，我这个会射到队友吗？会吧。哦，会哦，还是有 TK 哦。哦，真的、哦。所以刚刚有一个，好，他来了，漂亮，漂亮。我们怎么突然领先了？不是啊，好像都是 B-Ball 在打的。对啊，你们都也冲一直杀啊？哎呀，这不小心重生在别人背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打死一只。哦，我这边三只，我这里，看我尸体，楼梯一只，绿色的房间一只。我在你背后，小枪、啊、怎么突然换小枪？笑死 ！Oh my god！ 坏啦！啊、我不会打小枪啊！小枪 king 啊！小枪 king 啊！我们现在落后一分。哎呦，怎么重生在我脸上啊？紫色楼梯那里躲一个，我、哦、他死了。
诀窍就是不要大跑。有两个，哦，不要大跑就是诀窍。哦，好。哇，干得好，干得好，落后一分而已。更换武器，更换武器，拜托来一个散弹枪，散弹枪。哇，突击步枪，牛，赌牛式。这种大枪我超不会用的。哦，这好飘哦！大概飘了吧？超级飘，超级飘，一下就飞上去了。对啊，打了两枪就直接跳上去了。我知道，这是瞄脚趾打爆头神枪，要疯狂压枪。哎，这有人哎呦！三号，瞄他脚趾。三号有人哦，三号房间有人。黄色那一区那个地下室有人。三号那个死了吗？哎，没有没有没有，打到一打到一只。哎，等一下，这瞄不了呢，超飘的。我这边一只，我这边一只，我这边一只啊！啊！帮你补掉，帮帮补掉了，帮你漂亮漂亮漂亮！桃园手枪补的力量，要换枪了，换枪了，换枪了！终于啊，这个面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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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房间有一个，绿色房间一个，你报仇了 ，nice！ 绿色房间一只哦，自己操作的，要修。Hostiles are ahead of you。根本没办法掌握对方要从哪里出来，好可怕、啊！对啊，没事，我跟你讲，你把所有软墙都炸开，所有软墙都炸开，重生就炸，重生就炸。哦不，好阴险！怎么会有士官长？你有买哦？帅吧，帅吧！士官长，我想换角色，我也要士官长。从哪边被打死的、啊？士官长。哎呦，哦 ，man 的 man 的 man， 这把 man 的。哎、欸，这是那个塔枪卡之前的枪，对 ，DP。哎、欸，这可以把枪打破哎、欸。哎、欸、，Oh my god！ 起了绿色房间两只。哎呀，楼梯那边超多人的。你听那个吗？你听。我在找人，我想。有、哦、这个位置。我想偷袭。不错的。哎呀，差一点，哇靠！你有偷袭到吗？差一枪。没有。我可以滑铲吗？可以。你滑得了的话，漂亮漂亮。这把枪就是只能用走的，因为你如果说是跑步，对，拉枪拉枪。换武器了。哦，这个可以哦。这要很近，这要很近才会痛，要很近。哎呦，哇塞，有点猛哎、欸。一直打，一直打。这里一个，这里一个。有了，有了。有近战吗？这有近战吗？这边呢、哦？有，可以。陈立，你左手边。怀念的 R 六。什么左轮啊？左轮要、欸、他要装船装超慢，要注意。哦。绿色房间杀掉了吗？还好像还没哦。他脸上绿色，碎碎碎。我、哦、哭啊！这边有洞啊。哦 ，P 二二九。哦，这个是拼手指手速枪，对。嘿嘿嘿嘿，有有。几比几啊？几比几啊？我们现在领先49-48，我们多一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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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焦灼哎、欸！加油加油加油！还有一分钟啊！哦不，这个是一个，还是这一个？他死了。保持移动，保持移动。两个，哦不！哎、欸，我好像找到我的main枪了。哪一把？哪一把你的main枪？这一把。啊，没了，没了，没了。F2。这把枪破烂。OK， 被偷袭。这把枪超级难用的。我这边有一个，我这边有一个。哦，好漂亮，蓝色超漂亮、欸，这把。哎呀，可惜啊。F2 现在很强吗？没有吧，射速高啦，但是我自己觉得有点难用。开镜很快，现在没握把了、哦。嗯，我个人他子弹乱喷。你后面有人。小心，哈哈哈！他从楼梯上去了。黄色，黄色，黄色。哦，哦，我好烂哦 ！Oh my god！ 没事，没事。不许站站自己。
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你要催眠自己，你是来这边嘎嘎人的。没错。我后面，后面，哇！浴室，浴室，浴室。哎呀，哇！被逆转了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差一只而已，差一只而已，加油。十秒。这里啊，我被打蹭好了。哎呀，可惜。哦，完了！我是不是关键？啊、哦，好险！哇，欸、很紧耶、欸！春丽真的有点，春丽，春丽真的有一点，没办法、欸，怎么才七只？春丽，因为我的紧身裤破掉了，一直抓屁股就对了。对，哦，很猛哦！来，啊。啊、再来啊！欸、我们 再打一个什么？哎、欸，不换不换一个观众啊！这个突然没什么压力，对啊，这个比较轻松的可以，可以啊。他除了武器轮盘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模式？他有黄金枪啊！黄金枪是干嘛的？黄金枪就是好像只有一发，然后一发就死掉，嗯、可是很难打到人啊。要不然你先选那个贼窝武器轮盘好了啦。我们玩贼窝嘛、欸。没，他地图好像是固定的。没有啊，可以调啊。你看那个对战选项可以改啊。我看一下哦、喔，武器轮盘有贼窝是不是？有啊有啊，你按对战选项、欸欸，然后可以往后切 啊。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拉观众，来，这就是银牌的职业选手，职业选手。我觉得有一种臭臭的味道呢。不会吧？看一下，我先拉，刚才有给 ID 的，太多了太多了，等一下等一下。我不知道有谁打过，哎、欸，打过就不要进来了，打过就不要进来。SMD 啊，黄金枪是一发子弹啊，哦，这一发子弹啊，就一发子弹，然后打完之后要 loading 有点时间。你说我还要清枪，然后塞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放子弹进去，然后再清枪，然后弹射吗？也太难了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有个大聪明打了快一年的瓦罗兰，结果就是七杀的实力很棒呢。没有啦，那个这个，我就觉得乙提的实力是真的不错的啦。对，他实力是有的，他只是这个枪的手感他要重新抓过，因为毕竟这个枪他没办法大跑，而且又有很多不同姿态嘛。因为 Q 六的话一定要开镜，那个没办法机秒，机秒有啦。喷子可以、啊，可以啦，可以很近，不能错，不能，很少很少机会腰射，对，喷子就可以啊，转角直接腰射啊。我刚刚第一次把皮蒂打死就是因为腰射，不是说我在瞄敌人，结果子弹喷在皮蒂的屁屁上。我看回放的时候那个子弹吼，谢谢谢谢，有多散就多散啊，比那个蛋炒蛋还要散，对，粒粒分明，很对，很散那种，还可以打到我也觉得莫名其妙。你们没有选造型啊？来不及选。嗯。哦。这是黄金枪啊？不是吧？我靠！我怎么上去卡三个人啊？吐血。没事没事，补上去就好了。哇哈！放刺刀啊！你们平常都怎么学的、啊？哇塞，好准！这个通道，这通道真热闹。里面都是人。啊，完了！我们好像很分散呢、欸。哦，被炸死！早知道刚刚丢手榴弹了，有手榴弹啊。对，按 G 按 G。对啊，刚刚应该丢手榴弹。OK， 不能出去外面，我懂了这游戏。啊，差一点，比利差一点。在哪？在哪？在哪？啊，我的一颗子弹。哎呦，碎神枪，神枪。好可怕啊！这是真正的 CQB 哎、欸。枪线就比较短了。半年确诊要两次哦，对啊，要保重身体啊。左手边有人哦。哎呦，干！吓死我了，你这个阿姨。不能到室外，不能到室外。人在哪里啊？怎么都没看到人啊？花莲，我这里两个，我死掉的地方两个。啊！不要下来！哎呀，这个还有身法的是怎样？
外面给我搞身法，好扯哦！哇！对，我没关系，我没迷路，你可以先走到队友身边了。可以那个 Q， 然后让那个头绕枕，有没有？这样探比较安全。我在你后面，我在你后面。我们要上楼吧，这边应该没人。对对对，我们要上楼，上楼。有，我这边好多人啊。我在找楼梯。Oh no！ 楼梯左手边吧。我找不到楼梯啊，楼梯在哪里呢？我的枪越来越奇怪。这边。哎呦！这里，这里二倍镜哎。这边，我这边。这大把的哦。Oh！ 怎么搞？就有啊，上面有人哦，走通道吧。酷哎！哦，这个太久没用啊，完了！你怎么跳下去了啦？啊！我要死了！我在路口那边等你，快点！开门！来不及了！好笨！哎，有人！啊！总算要换枪了。哦 ，C 六 C 不错哦。哎、欸，怎么用手？左边，哎、欸，哇，可惜。这张图真的不太好找人哎、欸。对，有难度。哎、欸，这张图跟刚刚那张图比又太大了。对。那、啊、我怎么卡住了？我为什么不能重生？对啊，我们命用完了吗？哎呦，这都是哎。嗯，对面都蹲点，对啊，这张地图比较适合蹲点。嗯，卡住了，你们重生了吗？我丢包，没有。哦，大家开始啦，开始蹲呢、欸。对啊，等一下看到那个楼梯，直接丢手榴弹。哦，猎鹿弹呢、欸？喷子我最爱，哇，好可怕啊！他蹲着等，不是，人在哪？人在哪？这个哎，喷子也要开镜吗？要！你这个东西叫做 slug， 它是只有一颗的，它没有收成，多散出去。它是猎鹿弹，但是它一颗就跟它枪管一样。哎呦！哦。哇！楼梯间是有人。好。Two kill。哎，打我干嘛啦？你靠腰啦？是我。哎，你看呐。哦。哎呀，可惜他是爱滴血啊！可惜了。可以吗？把他干掉，不用。完嘞！哎呀！哦，那我只能在迷路啊。这是啥？哦 ，MP。MP5。在哪里？这边有点难找。对啊。太多地方要绕了，不然你先上楼啊。哎、欸，他们在楼上下来了啊！自己跳下来了，哈哈。哦，我死了。在哪边射你、欸？他们都在同一个点哎、欸。我刚死掉的那个点，很多人。哦。这样。老大，这边有人哦。哪边？哇嘞！我跟你一起包。他身法哎、欸，好可怕哦。从楼上偷看。没了。哎、欸，你后面。在后面还有黑血两只，帮我！哎、欸，哎呀，突然换枪，我跟那个人眼睛看眼睛，瞄准镜太大了吧？他们都在下面呢、啊。对，我看到了，在这里。哎呦，好痛！哎呦，我这，哎呀，我刚才大跑啊，没办法换啊。这不是一枪死哦？他们厉害哦。1 minute left. Fuck! 怎么导致的？
对啊，因为他们是直接蹲点啊，他们直接蹲点打。哦、我们在移动嘛，移动比较亏、啊。我们比较照进啊。嗯。应该把狙击枪，射手步枪吧，应该这样讲，射手步枪。30 seconds left。哎，哎呀，怎么每次哎上那个战麦一楼三个人 ？OK。像这种被先手看到就没什么机会。哎、B， 你头上跳一个人下来杀你。那个没办法，我前面有人。10 seconds left. 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人。5 seconds remaining. 哇！我在垒。没事，我也在垒。我在垒。哇！乙提杀九个，我才杀六个。没事，没在垒。对啊，那把枪好像打两枪就打爆一个 hash 吧，也蛮强。要不要试试看那个、啊、黄金枪啊？我们试试看玩黄金枪。嗯，玩再玩个小游戏，来等你开，等你开，这就是职业选手的力量啊！没错，强哎、欸！你说道聪明吗？对，当然。哦，好看。狙击能爆 hash 哦，可是一般来讲，狙击枪位的要走到 hash 那里。也比较少啦，除非是走那种天窗啊。要走室内，其实真的比较少。来啊，好了吗？好了。等一下，我在建造中啊，有了，有了，有了。好，我来邀请你们。哦，我忘了离开队伍。对，我要先离开。等一下，等一下，先别急，聊天室先别急。离开我。你会不会好一点？干嘛？没事啊，笑屁、喔！没事啊，想说你看看你唱这么爽，不能打断啊。你想要我接什么？接下一句啊？没听过这首歌。下一句是什么啊？没听过。离开你，我肯定会聪明点。你超笨的啦，怎么可能变超笨、有的邀请了。好，我现在在邀大家，等一下，大家等一下，别急。然后等一下晚一点，哎、欸，等一下、喔，哎、啊，我看一下，不然我们打完这场，我们再来抽好了。对啊，打完这一场，我们来那个。啊、打完这场，我们再来抽。有了，我已经发送邀请了，我没办法全邀啦，因为全邀有点困难啊，好不好？我就是随机邀。然后有被邀进来的话赶快加，因为满的话就没办法咯。好了，我已经邀了八九个。然后记得先开游戏啊。对。你邀了八加九进来哦。对啊。你讲话要小心一点呢。邀了你啊。你不是八加九吗？哇嘞。又在哇嘞。完了，好悲，好悲。对啊，这人越来越怪了。对啊，他已经没办法了，真的坏掉了。跟一开始的样子到现在，有了。换地图嘛，对不对？可以说截然不同了。对啊，一开始笨归笨，但至少很纯洁。嗯，他已经沾染了社会气息。要贼窝吗？还是随便啊？随便都可以。不了。那我们就那个好了啦，近战特区啊，比较节奏比较快啊，来啊！黄金枪怎么样？是只有一枪就入魂是不是？一发而已，然后你要 loading 很久。这种我很擅长啊。对，我记得之前有出过一个是那个，有个模式是惊人模式，好像要爆头才行。要爆头才行哦、喔，对，爆头才行。那也太嗨了吧！怎么有人瓦哈拉在那边、啊？瓦哈拉，我还有小盾牌，你看到吗？看到了，那可以用吗？可以啊，可以挡住对方的子弹。Go！ 哎，现在的 F 只有一发。I E T K， 保持移动。哇！
救命！我这边三个人来了，我来了，保持移动。狗路都 shooting。啊哈！还可以近战，可以近战，近战是可以的。I'm reloading。上刺刀是不是？对，近战可以。看，有个北极纳尼。但是把枪不是我擅长的那一把、啊。你要随便随便瞄一个，大概就可以了。哎、欸，完蛋啦！那我们太散了，太散了，他们都群体的，对他们群体行动，先汇合，先汇合。有了有了。香港这边有，香港这边有人，香港这边有人，他身法很好，他身法很好。哎、欸，你怎么又没中啊？哎呀！后面，在后面 ，Big Boss， 有有有，哎，绿色这一区要上来两个喽，我没动，还没打到，啊呼，啊，我被刀子刺死了，我看到了，就在我眼前，按 V 键，有人玩近战啊，不讲武德，真的耶，枪法不行，近战来凑。我现在知道，速度快点就好了。好。还有，看这边，你看这边乙提挂，你看这边蹲一个人。绿色那一区，绿色那一区。太混战了，太混战了。刀死他！刀死他！哦，可惜。哎呀！哇！什么东西啦 ？You have five minutes。我记得这好像可以串烧啊，这个枪可以串烧。是啊、哦，可以口气射很多。对对对。啊！嘿嘿嘿嘿！我帮你报仇，帮你报仇。一加一。我要摆出阵型来，阵型。对。人形蜈蚣，一起来。不是那个阵型。哦、你要人形蜈蚣的话，我要当头。这边，喂，二号标，我来了，你跑兵我来负责。OK。啊，他没了，他没了。你后面。对，还有。Two kills。有了。你后面。哎呀！我以为是队友啊！完蛋啦，老了，好烦哦！老了，我打输了。靠北，我有听到，他怎么没死啊？他残血。人形蜈蚣我闭环版本的、哦，那种我不参加。那是什么东西？不好的东西。这里一个。啊！哦呦！啊啊！哇，很聪明，打沙盒。啊？我在跟他互刀啊！这里一个。哎呦！绿色老梯。OK。刀他！上面！哎靠！后面！刀！怎么切刀？按 V 按 V 按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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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V 近战攻击， okay. 对 ，OK 学会了。哎呀，差一点啊！坚持换子弹，没有他这个把箱只有一发子弹而已。对，只有一发子弹的，他叫黄金枪。Oh no！
啦。暗飞有什么那个吗？诀窍吗？有啊，靠近暗飞啊，对方就被打掉了。我刚刚贴在一起暗飞，死的是我哎、欸。那表示你没挥到啊，挥慢了吧？哇嘞！还敢啊！别搞死！那绿色的。还有。他这一步吧，他一个身距而已就可以刀到人了。好可怕哦！差一只而已哦。哦。哦，我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刀人会输了，因为他是按 shift 冲过来砍我。对对对对。哎、欸，不要杀我弟，不要杀！哎、欸，怎么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等一下！换你！哎、欸，漂亮！还有！不要！PDP 票！要不 kill？ 要！呀、yeah! ！有吗？啊！我死！你后面！我抛枪了！没事。Oh no！ 绿色楼梯间有一个人。好。黄色那里有两个哦。30 seconds left。厉害！他好聪明。Good。啊、靠腰怎么蹲下？还蹲下嘞！哦，哎呦，他蹲下，我刚刚挥到他头的那个正上方。你要帮他剪头发？对，帮他削头发了。帮他打薄。Five seconds remaining。哇嘞，差一点。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应该是赢了。嘿嘿，十杀。开心！抽奖！英灵殿抽奖！耶！抽奖！好，那我们就各自带开，各自抽奖了。可以。好，感谢。OK， 拜拜。OK， 好。好，那我们就来先抽奖吧，各位。好，来抽个奖。那抽奖的话，我想说我们就简单一点吧，我们就简单一点弄。